就是安尼，甲大家人讲，烦恼就是因为烦恼啊，所以苦难断，人生煞无堪忍嘛。表示呢，就是苦难偏多。这么多的苦难啊，一句话就是烦恼啊，这就是我们平时要制服烦恼。注意在开头面对着外面的境界，但贪嗔痴慢疑都唔通随着境界呢浮现出来，咱爱时时制服伊，这都是爱戒。咱爱定定呢，用戒来制服咱的烦恼，啊，伊都未去做作啊，未去做作呢，都未有惹来了烦恼的因缘，和咱烦恼久缠不休，所以这就是爱咱的心境爱清净，所以观察自发体性，咱看人的态度，人嘛看咱的态度啊，啊，无无人啊，是安怎样对人的刻薄、冷淡等等，哦，真呢。嘛，就是伫咱日常生活中，咱可能无心，却是对方有意啊，安尼就会惹成了呢，这种爱恨情仇、旧缠不清啊，今生来世啦，安尼咱无感觉到对方呢，那。后面就已经呢做真多的考验，那对咱无欢喜啦。来生来世呢，同款，万一对咱无缘，啊，亲像佛陀嘛，常常用譬如来讲啊，多一个众生唔是我度的因缘，因为过去。我的无心啦，所以惹起了伊的怨。假真言尊者，伊的修行呢，实在是也真用心伫咧修。哈，那经过遮尼长久的时间呐，讲起来，假真言尊者伫佛世一时啦，伊呢也是真慈悲呀。是所修的行，就是要修苦行、修烦行啊。面对的呢是贫穷的人去给突破。假真言尊者，有一天啊。走出你的外面布布走对那个溪子边过，看到一位老婆婆啦，坐在那个溪子边在那哭啊，她就走过去，老婆婆啊，你到底是安怎在这哭得这凄惨呢？老婆婆伊就讲啊，我一世人苦啦，
自细汉呢，就是对着我的爸母阿呢，在这个中家的家庭，就是安尼对着伊做。我的爸母往生啦，了后我也是同款在这个家庭为奴为婢啦。这个中家呢，对待奴婢啦，是真刻薄啦。我一世人从细汉到大来，到现在呢，就是连身躯要惹体的厮杀，我都得来困难啦，就是破啦。不了再补啊！何况三顿吃饭啊，拢是爱吃迄个污秽不干净啊、酸气的物件。我一世人苦啊，苦得呢，我真无想要活落去啦。家这年尊者就用轻声柔语讲：“老婆婆啊，你这人辛苦啊，你哪会不爱把你的贫穷卖出去呢？”这个、老婆婆啊，忽然间听到这句话，打头看尊者：世间哪有法度卖贫困呢？是什么人要买贫困啊？尊者就讲：“你卖乎我啊！我什么物件都无，我要安怎卖你呢？你手提着是啥物件？是一支管啊？是要来溪仔边？”出水啦！家前的尊者就讲：“我现在真嘴大，我这个钵是空的，你出水来布施我。你有安尼的机会好祝福啊！你哪有善呢？”老婆婆听到，提一个水来布施。我都有好吗？是啊，老婆婆赶紧就用这个罐啊来取水。你爱了解人间啊，本来都是苦啊，你爱感受得了这世人的苦。时时心中念佛，你会当降伏吉星，你有力量通好帮助人，这就是你富有。所以，这就是你会当把你的病卖出去。这位婆婆就安尼把病卖出去啦。回去了后呢，就真心念念佛经。呀，日日用水降佛清。有一天啦，工课拢做好，涂骹干净啦，坐落来的时，无病无痛，都往生去啦。老婆婆安心在天上啊！老婆婆心在天上，这是因为家前人尊者指导教育。Thank you.
这就是家千年春假啦，在佛的僧团中修行，伊伫咧度化众生，是随机随缘呐。安尼呢，伫咧说法度众生啊，所以讲家千年春假，他的修行的过程，不只是断烦恼，制服烦恼啦，伊也个呢，运用伊的智慧，运用伊的口才，当着人就是开始说话。看看这位老婆婆，她就是安伊的心嘛，和老婆婆呢会当忍耐这世人的病啦，安尼过呢，那时时有机会。降佛经，这心都已经清净啦。咱学佛也就是安尼啊。虽然咱唔是要求天福啦，上重要的，咱都是爱安忍，潜心不动，才会当得到智慧照料人间甲一切的法吼，那显出了咱的真如本性。这是真重要。